欢喜来认识你，对朋友到做兄弟，烧酒香香饮落去，咱是有情也有义。站在人生的一条路，难免会拄着风雨。有你一枝小照顾，相信天也会来助。我劝你啊，就换个方式吧，赶紧把这事情解决掉，不然过不了多久，咱们家就对满大通集团退货了。到时候你可别塞给我，我可不敢用。吴花，你减讲两句好不？你讲了伤超过呢，你嘛留一个嘴子交暗。好了嘛。那我就不跟你们聊了，我还约了人谈投资的事情，先走了。妈，我是去房间联络仓库的主任，啊，等下我可以处理后续问题。老哥，啊，歹势啦，哎，有我咧讲话哦，就是咧山形啦，啊，其实哦，伊应该是无恶意的，啊，所以哦，你无需要跟这心脉，啊，找一时间哦，我再好好甲算一下，哦。会啦，我知影我伊个性就是安尼，我袂跟这心脉。啊，哦，老哥，这哦。来修改。我今天的机票是啊无啦，啊这都我想啊，老哥你即摆有较困难啦，啊进前拢是老哥你咧听我，我即摆哦真无简单有趁钱啊，啊娃娃小家老哥听者，啊希望你赶紧哦度过一遍难关啦。大姐，你有这心意啊，哥哥真欢喜。尤其你现在变作一个有法度担责任的查甫囝，个个愈欢喜。这张机票你先收等。啊，我知影无够啦，啊，不过老哥，你也是收起来啦，多谢你啦。大通集团啊，我相信一定有法度顺顺利利继续阁行落去。老哥，现在有法度，啊，若真正无法来的时阵啊，我绝对袂甲你客气。我会给你开嘴，啊！不过目前啊，真正无什么状况，我要听会过。啊，也是讲你认为你不相信老哥，啊，这哪有可能？我这世人哦，上个相信的人就是老哥你啊。啊，若是讲有什么代志哦，是老哥你无法度解决的，安尼我相信这世界上哦，绝对嘛无人有才调解决。啊，你讲到安尼哦，未输我唔是人，我是神同款的。啊，原本你伫我心目中就是一个神啊，你是我的偶像呢 ，Vito， 好吧 ，Idol 啦，啊，大哥嘛，你大汉啦，会替人咧想真好，看你兄弟安尼哦，哦，我就真放心啊。
妈，我个大姐才是啊，你原本就不需要吵完。痛啊！你嘛唔通想过勉强啦，啊，若有困难爱讲啊，唔通甲美姬两个人安尼点点啊去应付这个代志，这唔是解决代志的方法啦，啊！总经理，朱会长来拜访你。陈火炉，他来干？你刚说我不在、啊，下次他来找我的话，你就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打发他就好。朱大义讲啊，这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？凉风了。我即摆总算知影啥物叫做人情冷暖啦！你的车明明停伫个楼骹，你既然叫你的秘书讲你人无伫，安尼敢会受过污染你的秘书？朱院长，请坐，请坐。不知道。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原来真无用的啦，无什么代志，我嘛袂见来。我问你的，啥这段时间你拢无要接我的电话？啊？你有打给我？我没接到啊。我这只电话真是怪怪的，好几通电话都接不到。看来啊，真应该去换一只。好啊啦。卖嗲到五四三啦！我听讲这段时间呐，你原来赚袂少的。那呢，你当初是答应要和我分红的，是不是？啊？还没汇给你啊？哎，看我这一忙起来就给忘了。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就找秘书汇给你啊。忙忘了？是啊。你看我这个脑子最近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今嘛真正把动作攀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嘛是过河拆桥帮，甲利用煞，今嘛声势大起啊，就甲当作卫星煞，赶快被弹掉啊！哎，放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好好说，我是要跟你好好说了。但是人话你听无，所以我即摆只好大声甲你讲。那咧，即届你应该袂阁放袂记啊啦。哎，好了，你先放手。我的个性你完全了解啦，这款代志无第二摆。那卡苏国华来这个所在，都无遐尼好食过。朱议长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是因为公司的钱一直没汇进来，我这也没办法。那这先给你一部分，你先收下。这张我先给你收起来，但是会记你哈，你唔通甲吉甲批评，后一摆就无遮尔简单。找几个保镖，看谁动得了。戴咪要发动网络攻击了，这下有好戏看。不是都给你吗？你还来干嘛？大吉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啊？啊！你昨日私下上讲话，讲我去补补。你昨日念，敢不是念我拄来呢？当然不是了，
就刚刚有个客户来闹，然后我先打发他走了。那是对这个客户来乱什么物件？手是安那一直乱？哎呦，把我收了乌青。啊，拄着迄个客户，伊甲用安尼哦。啊，对这你甲讲，免咧吹算账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是我自己撞的。哎呀，大金，你来到底找我什么事啊？哦，好啦，以后家己较注意。气者哦，因为我袂记我要讲要紧的代志。哎，我拄则有上网哦，去看一寡留言甲破文新闻啊。我感觉这个代志哦，了古怪，所以我过来当面甲你讨论。有什么古怪？那有可能形容一困头，有一大堆人出来爆料讲，大通集团的产品哦是有问题。啊，就连过去啊，唔捌发生问题，产品即摆有哪有消费者跳出来讲哦，迄有问题呢？原来是大哥的事啊。反正就是产品又出问题了嘛，有什么古怪？No， 足古怪。这破文哦，我有看过啊。因个人一直咧骂讲哦，大通集团的产品有偌歹就偌歹啦。啊，不过无到一篇哦，有破因家己诶什么皮肤状况的相片个。啊，你怎啊一看哦，诶骂拢差不多啦。一看就知影讲是超过来超过去。所以我咧想啊，大通集团即摆应该是受到网络的攻击啊。会这样吗？无差啦，飞弟哦，我哪找这方面的铺路啊，来斗三工调查啦，看遐个攻击的波纹啊，到底因的 IP 位置是不是有啥物无正常？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咪甲老哥讲啦，假使若真正有人会发动网络来攻击大通集团哦，唔管伊几个人，我绝对一个一个拢甲伊斩出来。啊，这样啊。你要怎么做都好，我没意见的。好，反正我今晚睡下连了。今天伊阁提上来遮个会，你一定要掌握清楚，签单到时阁给我。好，我知影。喂，你要退会哦？啊，歹势啊，敢袂当阁予阮一寡时间？迄件代志，我一直咧处理啊。好啊，无就先退会，无问题，我知影。水，爱阮嘛，反通知阮一声。